哎，这不是我们先吸吗？靠腰啊，下面是帐柱靠背。各位大家好，我这里各位，我们一刻都还来不及为苦茶难过，现在到场的是德安青草茶。哎，我们还有啦，还有今天还有，今天大概这次100cc 而已，所以我们今天极限是笑两次啊，笑完两次我们就把它喝完啊，喝完我们也不用再买。我这部影片是在我要出国前拍的，这样子，所以蛮赶的。那现在晚上了，也没有苦茶可以买。干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摔到苦茶，而且是摔破。第一次是在这边，对，然后那时候也是掉地上这个打破，然后我没想到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。我在猜啦，因为它是软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但是因为我刚刚从冰箱拿出来，所以对啊，会弹。那刚刚那个应该是刚从冰箱拿出来，所以它的壳还蛮硬的，导致它掉到地板上会整个裂开来这样。那各位观众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梗图系列。那我们今天的梗图是我们什么？是我们的动漫梗图啊。所以今天才只有我一个人，因为其实我周遭看懂动漫梗图的人，老实说。像是老茶姚哥他们可能比较看得懂，但是像黑熊就看不太懂，这样子就一样，笑一次就喝50cc。哎呀，我是不会笑的。那这边的话宣传一下，就是下方自己连接有我的宇哥日常。那我宇哥日常其实是有个主要目标，就是我主频道如果其他系列有做起来，我会慢慢的把一些旅 H 系列放到我的宇哥日常这边，然后之后这个频道就变成有点像是副频道，就专门拍旅 H 系列。那我宇哥日常各位也快破20000订阅了，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样水到，就是把它水到100000订阅，所以大家可以去订阅我的宇哥日常频道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是不是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影片 ，Let's go。啊，是哇哇哇哦，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梗的，但不会到好笑的程度。就是费伦嘛，然后右边是食物大战僵尸吗？只是我们想要右边这个形态跟费伦一样有多个形态哦。哦，费伦真的好可爱哦。智魔快到奇南开山了，真好奇我们的机长是谁？乔瑟夫·乔斯达哟。智魔干，等一下，这个算是地狱梗吧。你们不能以为我地狱梗没有拍太多，就是在我的那个其他梗图里面偷藏地狱梗。这部乔斯达，动漫界最不想要被他开飞机的人之一。请问你有看到狂山吗？这截图是《约会大作战》第五季的画面，很破对吧？《约会大作战》第五季没怎样，也没失踪，只是第一季公司倒闭，第二季的公司破产，第三季的公司结超社，第四季的公司被母公司并吞，第五季的公司由最新的这个 Get Pictures 接手。对耶，仔细想想，《约会大作战》其实蛮坎坷的，但是他还是做到第五季了，很厉害。我目前的话，我是只有看到第三季，四五还没开始看这样。Oh my god！ 我们的还是有持续帮忙扫墓的部分，这样。早上，嘻嘻，清明连放四天。下午，当你发现自己活太久了，光扫墓对象就有300位，根本扫不完。这就是为什么精灵不喜欢与人交流。哦。我一年四季都扫墓就饱了，没事，怎么了吗？这张图很正常啊，怎么了吗？我觉得该不会下一张就开机甲吧？我一个人可以应付四个人，我一次可以应付四个人。有点想好奇这部动漫作品是什么，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说。虎杖。还真的是虎杖，太像了吧？可是我感觉他应该是原本就做成这样子，只是咒术回战出来以后，看起来很像虎杖幽人这样子。动画里标志性的三人组，那个我的英雄学院嘛，然后进击的巨人、约定梦幻岛，哦，那个回复术师嘛，哦，哇，这个三人组，我知道，我看出来一定是在打排球。我自己先发一杯，完了，我只笑两次，我已经笑一次了。睡得很香，凌晨三点我叫外面的猫喵，大家对，是的，工作室的猫也是，托托超级爱叫，谢谢大家。米奇妙妙屋，哦，我们现在还缺什么？我们几乎所有妙妙工具只剩下神秘妙妙工具喽。我已经看到结局了。哦，我跟你们讲，当初我去舅舅展的时候，我还没看完就是这一章节，然后那时候有救护车，我想说啊，为什么救护车要特别做成立牌？有什么用意吗？这样子，我懂了。平的才好，
这个是那个吗？西沙吗？西沙。我原本其实评的我还好，但是就是慧慧真是越看越香。这只狗是怎么在里面的？哦，我们都误会它，它是想要变身啊！干，可是这个轮胎也很大哎，上面这个轮胎是什么车啊？应该是货车等级的吧？阿尼亚，哦，小丑，后面是世界上最强的两人，哎，应该没人敢动阿尼亚。我蛮想看《间谍加州》，主要不是想看阿尼亚，其实我蛮想看月跟黄昏的路线的。对，因为他们两个现在就只有一点点害羞，没有恋爱点，我觉得有点可惜。是啥？神主牌四天王太多了吧？真的有这个东西吗？因为我没看假面骑士，我不太懂。哦，顺带一提，就是我真的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我的兴趣有变。像是我现在的话，比较喜欢乐高跟钢弹。对，现在超多组不完，五条悟啊！可是这个他们太像了，做得很好哎。其实全是感情，没有技巧，不愧是我们五条悟哎。哎，各位观众，看到这边，各位。下方这链接我有放我的黑羽福袋的链接，还有21箱大家可以买，那分别有500跟1000的，那里面大部分其实都是我黑工作室的一些二手周边，像是我有很多动漫周边，大家看到一番赏的，那基本上就是我都是低于网络价，对，都是低于网络价，大家买已经是划算，就堆在那边，你们买多快我才可以清多快，然后我才可以看电视。那我之后也会注意，就是因为有些人有跟我说他们拿到的时候就是没有包好，那之后的话我会再塞多一点泡泡纸，至少让他们防震啊。大家有兴趣可以来购买福袋。顺带提，1000的比较容易做模型。这几天常下雨，大家出门记得带伞，大家请注意楼梯。但是我要讲 NR 的剧情，雨伞真的有那么尖吗？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这件事。可是因为是动画，所以它没有表现那么快的感觉。但正常摔下楼梯确实蛮快的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，还是可以拍个影片实测一下。丢假人，当历史老师应凑选项：丰臣秀吉、织田信长、德川家康、远古光彦，真的是想要应凑选项。对，你知道，因为柯南太日常了，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忘记说，哎。哦，因为他就是光彦，而且大部分人应该知道他叫光彦，可能不知道他远古光彦，所以可能会觉得说历史上可能有人重复。而如果这里四个选项都只有名字的话，说不定会搞混。哎，这不是我们先吸吗？靠腰啊，下面是藏柱靠背，哎，藏得很细耶。我刚刚一开始其实是没有看出来的。哇哦，哦，好大的头发。对，没事啊，怎么了吗？大家可以在 DC 的色色群组分享一下。男子靠路上捡硬币，今天收集19万。哇，那个今天我想讲一下，今天是啾啾梗图吗？怎么这么多啾啾？哎，不是韩，你不能因为你喜欢啾啾就狂放啾啾梗。那个部分可能有人看不懂，就是他的替身使者是可以操纵很多只，那他也可以用他的替身使者去捡硬币，这样他靠这样赚过很多钱。老实说，确实是蛮赚的。女生们，你们男生就只会说谎。男生们，老实说，我是凯之巨人，他是超大喜剧人，我凯他超。下雨天你没带伞，遇到这个人哦，新妹儿。跟那个，我忽然忘记他谁，也是福利连的。把伞给你，自己出水。把伞给你之后要你还，和你冲藤一把伞，确实哎，确实，这人也没带。惊讶你居然没带伞，并嘲笑离开，但偷偷把伞丢在转角。哦，确实确实，他真的会，就是这个角色很会照顾人。海獭都被恶心到了，你好可爱。然后报警，然后那个费伦吃醋，我不会相信他看铁男一号就是没哭，他还有感情吗？数码宝贝，我第一次看动画哭应该是 Angel Beats 漆黑的子弹。哦，牧师在做什么吗？可以来拯救吗？我曾经还骗过工作室其他伙伴说这一部就是很日常这样子。早上8点被地震震醒，从惊吓中起床，努力从周遭寻找裤子的我，裤子在哪？裤子在哪？这不是我们公主吗？哎，拷问机也蛮好看的。没了，哎，我只笑一笑哦。我觉得没有到了可以让我爆笑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靠背。咒术地狱梗是不是都可以做成一集的靠？好啦，这一集如果突破1000喜欢，我们就拍一个咒术梗图系列。对，还不是地狱梗，就咒术梗图。大家不一定要给我咒术地狱梗，给我梗图就好。那投稿的话，在下方播放 DC 连结，大家可以在里面投稿。我有一区是咒术迷因区，那这一区就是会随着时间改变，欢迎大家可以投稿这样子。好啦，各位，那以上就是影片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各位观众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在下方订阅喜欢。那大家也可以去回我频道上的其他的梗图，或者是其他 reaction 企划。今天就做个 V 按照粉转周深观，我们就下回再见，拜拜。